我们往往容易在骑车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己，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排量、马力和速度上。骑上一辆车时，总是习惯性的去攀比它的性能，好像只有极致的速度慢慢成为了我们骑车所有快乐的来源。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有时候其实不妨看一看周边的景色，感受风吹过手臂，这其实也是摩托的一种乐趣，不是吗？